家好，请敢敢跟阿宝说哈。哦，还有我们家的狗狗馒头。今天呢是宝宝，阿宝好像第二次还第三次上镜头，希望他待会不会哭。Anyway， 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这一组是没有赞助，我在那个黑色星期五的时候买的 Ariel 玩具组哦。我也跟着去。你也有跟着去，对啊。阿宝喜欢拿品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组是什么呢？这一组呢，是迪士尼出的。我记得他好像之前只有在玩具反斗城呢。Anyway， 所以呢，我买这个是黑色星期五买的半价，所以大概只有15块美金而已，再加税。那我们看他有 Ariel， 然后还有 Ariel 的朋友，还有好多朋友，有 Alana、Adela、Arista、Adrina、Aquata、Atina。那我不知道他们的中文翻译是什么，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英文的。那它这总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美人鱼哦，包括 Ariel， 然后它是叫做，这边有写 Mermaid Sisters Gift Set， 是美人鱼姐妹玩具组。然后这边很酷的地方是说 Color Change Tops， 所以如果说你把它泡到那个冷水里面哦，它的上衣会变颜色。好，我们再看看后面。所以其实这些 sister 啊，在 Ariel 的那个卡通里面， Ariel 电影里面啊，都有。然后这一组是美泰出的 Mattel， 然后这边就是讲说，你把它们放在冷水里面啊，它们就会上衣会变颜色。那他们同时还有出一样的玩具组，就是这一组。这一组啊，我这玩具反斗城很少会看到哎。所以它是洗澡的时候的玩具，然后它是可以放在那个浴缸里面，小孩子泡澡的时候啊，就可以一起玩这一组，所以还蛮酷的哦。OK， 我们现在来打开吧。耶！好 ，OK， 等一下可以吵架吗？他们两个啊很会吵架，所以我要先跟他们讲好。OK， 我们把这个包装拆下来了，还蛮容易拆的哦。哦，耿耿跟阿宝今天有擦指甲油，这个是小猪指甲油，下次再跟大家介绍无毒的。我这边有擦，对啊，这还有保温。好，我们还有绝保温件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后面的这个背景呢，是苏菲亚的海洋皇宫，漂移的皇宫还是什么的。所以 OK， 所以它总共呢有七个美人鱼哦。那我们先从 Ariel 开始看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先放着，我来拿。那其实它这些啊，它很酷的地方是，我这边有一个水，我可以用吗？它呢说它的这个衣服会变色，我们试试。哦，我们先看一下 Ariel 的头可以动哦，手也可以动，所以它跟 Magic Clip 是一样的。然后它的这个美人鱼呢，在这个地方可以坐着，所以还挺酷的哦。我们看一下，它可以穿白雪公主的衣服吗？诶，好勉强哦，没有办法诶。你看，没有办法穿，因为它的尾巴太长了，所以 Nope，Sorry。不过我们看一下它怎么变色哈。这个是 Ariel， 它现在穿的是紫色的，我看看哦。诶，怎么没有变色呢？还是我的水不够冰？我看一下哈。哦，好像就深色吧，之前是浅紫色是不是？后来泡到冰水就变紫色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。我看看这个呢，这个的话你看它现在的衣服是浅紫色吗？我看看啊。我的水，诶，我的水也是挺冰的啊，也还好诶。所以变色的话，好像我觉得没有什么变诶，应该是要从浅蓝色变成浅紫色。我们再看看这个，这个的话呢，我再看看。我帮你们拿卫生纸。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没有变色诶。你们觉得呢？我这个水是就是一般的水，然后我放在冷冻库里面去冰了。哎，好像有
变一点点吗？哦，好，再看这一个，你再看看这个，它现在是绿色嘛？啊、哦，你再看看，哎、还是不够久，绿色，所以它原本应该是橘色。那我再来准备热水好了，看看有什么改变。OK， 我们又回来啦。因为我们昨天呢没有冰块，我这次准备了冰块。我刚刚要跟大家说嗨，所以呢，这个 Ariel 呢，应该是可以变颜色的，但是要在冷水里面。我刚刚稍微试验了一下，就是可以变色，但是不是很明显。比如说这个颜色可能是浅蓝，会稍微变成深蓝一点。那我们试试看咯。我放一杯冰水在这里。好，刚刚已经等不住了。你也没有给大家看它原本的颜色。好，我们先用这个好了。它原本的颜色是有一点像是浅蓝色。我们看看哈，仔细看咯，大家。其实我觉得好像没有变呢，我觉得好像没有，好像有点变浅蓝了。我们再看看这个，看 Ariel 的 ，Ariel 是有点像是紫色的上面，我们看看哈，浅紫变深紫，所以是浅紫色变深紫色，所以这个 Ariel 有变。其实我可以拿一个冰块的话呢，直接在上面这样子敷着。所以其实与其啊，你看就发现它是由浅紫变成深紫，所以其实这样子是不是很理想？我觉得那倒不如不要变色好了。Anyway， 但是呢，由于它还是 Ariel 是美人鱼，所以还是很值得买的。Anyway， 我们再试试看这个。这个是有点像是绿色，浅绿色，我们看看哈，锵锵，锵锵，你看，其实不是很明显哎，我看看，我拿个冰块，哇，这冰块好冰哦，冰到上面的话，其实就是大概一点点变色而已，就可能深比较深一点的紫色变稍微浅一点的紫色，或者是比较浅一点的颜色变成稍微深一点的颜色。我们再看看这个，对啊，所以其实不是很明显，我觉得，你看，不是很明显哎，对不对？OK， 我们再看看还有哪一个还没试，这个好像都试过了，所以大概就是有，比如说这个粉红色，就稍微颜色原本比较浅一点，或比较深一点，就稍微变深一点，所以我觉得不是很明显呢。But anyway， 我们试了 ，we try 。OK， 我们现在把美人鱼全部拿出来，我们把海洋皇宫。海洋皇宫是苏菲亚的海洋皇宫哦，我们把它擦干净，看看用海洋皇宫可不可以玩。你赶紧让大家在海洋皇宫上面站着。哇，它可以溜滑梯耶，咻，再溜一次。所以这一组呢，其实可以让小朋友啊，在洗澡的时候啊，比如说泡澡的时候就可以一起玩，让他们留下来。喂喂喂，哇，已经卡住了。好，我们再翻过来，翻过来这边呢，这个苏菲亚的这一组呢，哇，下面有一个 underground under the boat， 在那个船下面的有一个那个一个小洞，他们可以在这边游泳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可以，还是可以跟别组一起玩的。Alright， 那今天呢，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咯，我把它摆好给大家看。好，我们先摆好可以吗？好 ，Ariel 是主角 ，Ariel 坐这好了。哇，等一下。Ariel 坐这里。好。好，这个就坐这里。哎。那、哦、不行 ，It's OK，
躺在这里，它游泳咯。好，然后这边有贝壳，这个给我放这里，耶、yeah! ！然后两个一起做好了，真真。那今天呢，把那个美人鱼抱起来。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咯，这一组 Ariel 的美人鱼玩具组。请刚刚跟大家说拜拜。